时光音乐会二第十二期已经播出，其中最需要我们知道的信息是周深谈到第一次去录音棚录制歌曲大于是隐约老师带领的，而且录了三天。深深说，如果没有隐约老师，我是不敢站出来唱歌的，更不要说是我现在都敢说我是一位歌手周深。所以小编认为，周深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除了自身的努力，还需要贵人相助，而隐约老师是带领周深进去音乐行业的领路人。收官之夜的惊喜之一，便是能再次听到周深演唱《大鱼》。《大鱼》是电影《大鱼海棠》的主题曲，收录在周深的专辑《深的深》中。当时为了让周深演唱时更加精准地演绎歌曲情感，词作者隐约主词逐句地告诉周深歌词的意义以及歌词背后的故事。在录音过程中，隐约为了升华感情，在歌曲的最后部分决定让周深自己和自己合唱。